Super easy. Hit the launch button there.大家好，我是唐叔，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霸王龙和驯龙的故事吧。这台车702匹马力，所以首发特别版是702台，之后做多少不知道。三个地方是和其他润1500一样，其他的全都是因为它尺寸的关系，全都为它独一无二做的。嘿嘿嘿，小那个转向灯在这儿。这里也有灯，这个雾灯 LED， 这个是可以随着方向转的那种。上面还有几个小 LED 前照明灯，因为它发热的关系，这个很屌的。这个进气呢，第一次 run 是这个标志是真空的，镂空的这种，可以气进去。然后引擎盖这里也有进气，上面也有进气，跟 Sport 那些一样。然后这一部分。这个进气主要是空气动力学的，从这个 fender， 整个车身应该就跟 Raptor 一样，对吧？这种沙漠越野都会宽一些，但这里进气之后呢，一路过来，这里要凹回去了，一个空气动力学。后面又是胖胖，还有一个彩蛋在引擎盖里面，刚刚不能拆开啊，朋友已经都付了钱的。在这个引擎盖下面打开也有一个，那个就很帅了 ，T-Rex 霸王龙咬着一个驯龙的标志。然后你看刚刚说的那些进气的地方，所有的气进来以后，在这两个地方，进来这里两个地方，来冷却整个引擎 ，Supercharged 的 V8 引擎。说四驱之前，先看看这个。这台车是加急出来的，然后加急这个版本里面厂方直接就有这个东西 run bar， 这个嘛将来可以加灯啊，或者固定一些露营用的东西，或者是去跑那个拉力赛。它就是一般会背6个轮胎嘛，总共6个轮胎，这样 run bar 就是这样子的。当然以后可以加配件，再弄帐篷乱七八糟的都可以弄。那咱们顺便看一下轮胎，轮胎是一个 AT 的全地形轮胎，是325 18寸的轮毂，那这个大概就是34寸左右吧，34寸左右全地形胎。还有一个就是减震系统，它搭配的这些东西大家看全都是不一样，简单说都是更结实的。然后 Epic 那边有另外一台车，媒体车，他们拆开过，这个弹簧的是很长的。车在快速的上下动的时候，一个减震让它舒服，一个这个不会说所有弹簧用完了车会顶上去，对吧？ Even everything down from the spindle to the control arms are all upgraded. This amazing Bilstein shock here is definitely not your old 5100 series. 但是朋友有说，这个车如果说配了这个的话，其实性价比。这车很贵啊，但性价比，他说因为改这个他估计就得2万块钱，如果一般的车想改这套减震和这个弹簧这些东西。这是 TRX 的钥匙，最主要手套盒这里有个车身号，每台车都有。哦，这里面小东西彩蛋乱七八糟可就多了，有一个，其中一个，说三个我知道的吧，
在这个皮椅介绍的这个东西上面，来再仔细看，这里是一个霸王龙 ，TRX 就是 T-Rex， 霸王龙的读音一样的。然后踩死了谁呢？踩死了谁变成尸体了？哈哈，踩死了个驯龙，这完全针对 Raptor 的啊。然后，好，这里打开之后，一个皮卡变成霸王龙追一个小驯龙。啊，这是另外一个彩蛋。OK， TRX page performance page。2012款的电子的那个，哈哈哈。OK， 哦 ，paddle shifter， 咱也不乱开人家车啊，把它移到个好位置，车做了车身保护。我知道里面很多软件的那些标志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它都用的是 TRX 这个样子。包括这个倒后影像，我刚刚发现也是。其他都是转圈的那种八速变速，这个是用这个的。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像拉力车一样，对吧？用那个手自一体的，或者用 paddle shifter， paddle shifter 上下都能摸到。这样的话，如果车转的一定方向也可以。啊，车停好了，好，咱们大概看一点点。自定义模式可以，对，这些界面都它独享的。泥沙模式，石头模式，哦，好帅啊！还专门拿这个车出去拍的照片，哈哈哈。然后，对，这几种模式大概，那再来的话，它自己这个 TRX 的界面，咱们可以看一眼。咱们就回到自动可以。自动的话就根据情况了，其实就跟全驱一样的概念的嘛。然后还有个巴哈模式，巴哈就是那个拉力赛的，在这个墨西哥南边吧，和美国，算美国的吧，这个地方巴哈。那现在全息车当然没玩这些了，那一般三千公里以后的，原来里面就是可以用 launch control， 可以弹射模式，弹射完之后，这里你还可以去跑一些赛道去考，看看这个车到底能开多快，然后，对吧？性能这些再去细调，所以这里可以做很多微调。唐大叔自己喜欢玩的一个游戏也是那个 Dirt Rally 2， 那个游戏里面我经常就是也可以微调的。好的。这个界面 Drive Mode 驾驶模式，这个哦，还有赛跑的一些东西， Launch Control 可以调。还有一个地方很不一样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有配了拖车组的时候有这种可以调那个拖车自带松紧度的，但这个还有个就是后面还可以转向的，左右动的，咱们就不乱碰了，好吧？这也是一个如果经常要拖东西的人。唐大叔也是第一眼看啊，所以回头我再细跟大家讲吧，功课做的不足，但是很兴奋跟大家一起看一下。咱们就不乱弄了，这个朋友车人家哈哈，谁买这个车应该都会很兴奋吧，就好像人生第一台牧马人一样，对吧？咱们就不去乱搞人家了，只是看一眼，唐大叔能想到跟大家说一下。后排座位对，和那个 crew cab 的就是四个门一样大的那个1500是一样的，当然了，改款之后这空间不管你1米8几甚至1米9都没问题，对吧？内饰就有它自己的样子啊。再来的话，对，这台车有这个选项的，它是跟1500 Limited 和 Longhorn 一样，是可以座位前后动，座位空间肯定没问题的，不用说了。对，基本上就是还有超大天窗，就是一个顶配的1500那种。但它这个台车咱们没开过，但是朋友已经开过了，他们做评测的时候，那些外国人他们真的很爽，
是 Mopar Insider 那个微博的，大家感兴趣可以看看。So you've driven this. Yeah. Just say a little bit about what's it like. It's really, really impressive. The truck is really powerful. They said it's 0 to 60 in 4.5 seconds is what they officially claim. I tested it, got 0 to 60 in 3.8, so quite a bit better. That's almost as fast as a track hawk. The suspension is crazy. It rides so good, and you have all the adjustable drive modes. I took one up on a logging road. Yeah. You can't even feel the potholes or anything. It just like floats. Oh, quick question. Did you use custom or the Baja mode? Or I tried out Baja mode up there, and that was really cool. And then you've got custom, mud, rock, snow, sport mode, all kinds of stuff. They're super fun to drive, these trucks. How about launch control versus your Hellcat Grand Cherokee? Almost as crazy. Okay. Almost as crazy. Oh, yeah? Really? Yeah. Truck? Wow. Yeah. Surprised me. I'm going to get rid of my Trackhawk and get one of these things. All right, J-Rock.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time. No problem. 好吧，今天就随便聊几句吧，好吧。然后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赶快订阅了，喜欢这个视频呢给咱们点个赞，不喜欢的话也手下留情，在留言区互动就得了啊。接下来会有一些好玩的东西，我们这里大切诺基 L 那个就是改款的，可能会最先拿到那个，我挺想看看的。好吧，想看什么车评跟唐大叔说，克莱斯勒的、吉普的，然后皮卡的，这些想看哪个给大家留言。那就先这样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是唐大叔，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